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台。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今晚玩游戏是《生物幻想》，那么现在要出去客舍。拦住他！客人，你们的雅房都已备妥，请上楼歇息吧。因为有人袭击我们的蓝香公主。不是公主啦，那个。只要有饭吃，我什么活都能干。那个侍女嘛。天色怎么变暗了？街道上竟一个人都没有。那人死前似乎施了什么法术，以自身性命为代价，难道是噬魂血阵？南香姐姐，什么是噬魂血阵？在血阵中会有吞噬精气的妖邪之物，不可与之正面碰触。只要找到阵眼，将之击破，便无所畏惧。原来云先生也对阵法有所涉猎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设法破阵吧。好，在阵法中行进时会受到邪阵侵袭，遭吸食精气，而有火光的盆甲可以除去邪阵的影响。要注意身上邪气的变化，那么持续遭受邪阵侵蚀，暴露出行踪后，邪物则会由天降下袭击。头上观察行进上的火光明灭，前往阵营位置，将之击败，方能破阵。可变更系统中的难度设定。哎，我的滑鼠嘞 ？OK。老师，我们怎知阵眼在哪里？诸位稍等，且让我以灵力探查。阵眼有二，于前方浓厚妖异气息之处，只是似有强大妖物坐镇。前面跟左边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直接去把那妖物斩了吧！别轻敌，我们需小心前进，一旦被妖物发现，恐怕会被吸魂噬血。无妨，我观此阵也非没有破阵，若真被妖物碰触，火源之处便是解法。这么说来，只要时刻靠近光源前进，便可无碍。既如此，我们这就一试。好，应该掉声音有点小声。好，走吧。五元。好，这个要快一点走。那些人面鸮真是神出鬼没，这火光真的可以消除他们的嗜血印记吗？确实是可以的，只是需要一些时间，我们稍后再走。会被人面鸮察觉，既然如此聪明，那我们快离开这里吧。哎呦，来了！哦，不会跟他战斗就对了。好，全归饮料，这个，然后在前面左边好像还有一个，
跟这么近。这是嗜血印记，若不赶紧靠近火源将其消除，气血将渐渐流失。哦，好紧张啊，这个。然后我好像有个宝箱拿到了，前面好像还有一个火光。好，有个火光，我们橘好像橘色的吧？哎呦，消失了！怎么这个消失了？烦死了！真是阴魂不散。接下来哪个不知道？走错了，方向迷失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客舍这边，走到这里，哎呦，怎么一靠近我就灭了？这是陷阱，快离开！请宝箱啊，哟，我灭了。消不掉哎，好吧，我迷路了。找不到另外一个宝箱的位置，所以现在一直乱走。哇，找到了！满路玉，然后找不到第一个阵眼的位置。好，我们走回来了。这些被使役的人面相十分聪明，同伴间传递讯息又异常迅速，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以快制快。既然正面与他们接触，请小心人面相的叫声，勿失心神。使用剑阵，你看他讲的，写的是，我看到了。我会守护到最后。补真少。好，不早说，害我。
是蛮多的。这么痛啊！让我略尽绵薄之力。螳臂挡车。打欸，OK。作茧自缚。请恕我无礼。好难打。我会守护到最后。只能靠弱点攻击太痛了吧，让我略尽绵薄之力。啊，太麻烦了。补的血还蛮少的，不过至少有可以补了。哦，又死了。血好厚哦。我不会放弃。
雕虫小技。这种招式要一直换来换去，我就觉得很烦。这样的话，我会守护到最后。失礼了。哦，见证的话是要弄有那个上升的那个符号，它才会累积见证的人那个叫什么？多指教。都会是不是？那打得快。不管了，直接干他。必须阻止。作茧。啊，应该说我们又有符号的那个上升的那个符号，打他，他就不会用我们见证的能量去攻击我们。应该是的。诸位，趁此机会，快往这边来。兰香姑娘，我原以为你贵为神巫，身手肯定不行的，没想到你居然能如此冷静地破解他们的攻势。我只是恰巧阅览过相关讯息，与诸位相比，兰香实不足道也。可以存档了吗？还不行。哇，好，我们接着下一个。夹着银丹，那站在那边是站什么意思的？然后我要走去哪？色的，好，走这。哎呦，然后这那个宝箱吧，我记得，看在哪里啊？走回来了，所以是在中间那边才有。这里吗？没看到啊。我好像有点尴尬哎。
陈飞无法通行，需得另寻出路。假的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直接冲了啦。我的天啊，血阵果然厉害，方才使劲便觉气血凝滞。莫叔姑娘，你先不要勉强，我来助诸位凝定心神。好，凝定心神是吧？天齐。竟然没有落连加成。好痛。怎么这么痛啊？必须阻止。哇，还被扣血，哇厉害。好，再补一次。得罪了。就这样子没办法入点攻击加成，那就。飞星跟云青都不用攻击就可以落点加成，什么啊？又死了啦！我不会放弃，很难呢、欸。什么游戏呀？我觉得那么简单的，气死我了。不能用剑阵，实在是差蛮多的。哦，痛啊！天齐，还好。天讨厌你，哦，云青死了，没补到血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
啊，右边那只还没死哦，怎么那么难打啊？太难打了吧？心累了，我不会放弃。因为怕用剑阵又啊，对哦，剑阵我们可以用啊，差点忘了。剑阵是可以用的，怎么又死了啊？请多指教。要打太慢了。而且园林累积的不够。天启，必须阻止！为什么敌人变这么强啊？失礼了。好，决定账号跳过了。打赢了，有够难打了。我们成功了。温河破出两处阵眼，我们仍被困在阵中。阵中之阵，原来如此。现在出现的才是真正的阵眼。仔细观察，任他如何藏匿。
想不到在此地。指环隐现光芒，得提高警戒才是。最后一个了，哇，有个男的，这个阵眼看起来果然比方才棘手，只要将其击败必可破阵，诸位小心，请依照我方才所说之法进攻，一举突破核心。好，饕餮出来吧。终于，太难打了啦。阵法击破，他们也不需再受人意识了。能如此迅速击破阵眼，诸位果然不凡。兰香姑娘，多谢你的引导。不，这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姑娘。兰香姑娘。好卑鄙。想要他的命，就先交出你们的命吧。还来啊！我的耐心有限，你们若要阻拦，就不要后悔。好惊人的气势！神医现在散发出的是杀气吗？十回合，失礼了。已经失去了。
多指教。得罪了。天哪，一连串的激战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哇，现在小兵打他已经不太痛了呢。宝箱还漏，长空六会，哇，云兄，接下来既然是请君入瓮，我们就不要让他们失望。我也正有此意。好，那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啊！兄弟们，欢迎频道所放的图片和订阅，还有粉丝按赞，你这种最新消息，谢谢大家，这个结束看，谢谢，拜拜。